哇，太丑了！你可以来我直播看看你长什么样。我已经开了，太丑。不卡，我这只用4G 的，怎么可能卡？丑的我要关了直播，我觉得不像我自己。好难看，还是在别人的直播里面比较好，自己的直播里面。唐家人天天都想换手机，多好看！每次看到我拍照什么，看我的假睫毛，直播什么的，他说：“哦，我要换手机。”哼，我要换手机。我要换手机。没有昨天好，今天略显成熟。因为他觉得我手机拍照很清楚，就很有质感，直播也很好累，好看，休息一会儿，给你们直个播。哇，锦的猫今天又穿了这件衣服，哎呦，昨天的大长腿。我旁边就是他。明天三点起床 ，Really？ 谁说明天三点起床？是我们吗？我们三点起床吗？不可能啊，三点。对啊，会打人的。不可能三点吧？肯定是六点啦。对啊，多累。闹闹说明天三点拍。啊，黑眼圈。闹闹说的。啊，不会吧？怎么会？他骗你的，闹闹绝对是骗你的。我在房间里。怎么可能凌晨三点啊？啊，好像真的是。真的。哦。哦。今天还想疯狂尬，我不行。吉他练啊，一会儿练啊。Are you kidding me？ 我没练多少首，就几首，一两首，没时间。真大了，我很愿意。这又没那么多时间。我们拍啊，不能又不能说，又不让我们。其实练一首歌还要真的要，我记得我之前四八节练一首歌练了一个月才能在台上第一次紧张到没卡住，然后重来在台上好尴尬。那时候已经练了一个月的那个结果才是那样。我都能争取有机会练就练吧，就是一定要天天练才行。所以没有准备多少首弹吉他的歌，大家不要失望失落。给我试一颗。我就要一两首。给我试一颗。天天都在练，还背不下来，感觉我要背好多次。还有我的 NS。累。你们喜欢吃这个吗？咬到自己了，我去补个小妆，我的妆都掉了。左君，你把我的散粉饼给我拿过来。对。我送你的那个包好好用，我自己买了俩，我买一个大一个小，送了他一个小的。哦，不是，我买了两个小的，买了一个大的。觉得好甜哦，觉得太甜了。好，待会儿给你们看。我刚弹琴，我都没有补妆，那我补个妆啊。好甜呢。迷你大夫有我吗？哎，你们猜？太甜了。哼哼，哼哼，我就不说话，你们就自己慢慢猜。怎么会没有你吗？等一下，我来搞个东西。哎，要我干嘛？哦，拿包给你们是吧？钱多，我留钱一半。哎，我的包包呢？我今天那个化妆包去哪了？等一下，昨天我条纹包去哪？我的是条纹的，我跟昨天不一样。我还有一个粉色的，跟昨天是同款。我有两个。没有东西吃啊。太阳了是吗？
这什么光啊，这么白，今天我很不开心。我想给大家看我买的新包包，我在泰国买的，我觉得很好看的一个包。这个，啊，你们这样也看不见，远一点。好喜欢我弹吉他，你听过吗？我很少弹在台上。你刚刚在弹吗？哦，这是我买的新的，在泰国买的。一眼相中，我走在门口，然后我就进去了那家店，然后我就跟韩家乐他们，哎，是跟韩家乐吗？哦，对，跟韩家乐他们一起去逛了那家店，然后一眼相中的，然后就拿起就跑，拿起就去买单，就是很夏天的感觉。我好喜欢这个包呀，因为你看它里面有个小细节，我觉得很可爱，它不是，对，很潮，它里面是个爱心的，有一个爱心的小包包在里面，就很好放东西，然后这里一个小帕包，好喜欢这个包呀，好漂亮，好小清新。可是它不能斜挎，就很细。他说隔壁在推销吗？对，好气哦，它不能斜挎，我当时还想说能不能加一个斜挎，因为我喜欢这样子背。我不喜欢单肩，一个卖包的女人，就很气。对啊，然后多少钱啊？挺贵的，反正，哎呦，不便宜，我觉得很贵。哎呦，我的妈！哎，就好好笑了，挺贵，但是没有四位数啊，你们放心，我才不会买那么贵的包。嗯，可是它就是只能这样子，然后这样提很成熟。像买菜的，然后这样子提，像那种说不出来的就很普通。如果呢，它的斜挎又好潮的。你在卖你的包吗？我不，我在给大家推荐。我跟你说，这个包只有一个了，在泰国这个卖的很火，它现在只剩一个包，还新的没有。我买完之后再也没有这个包了，就断货王。我跟你讲，我好像推销。我背了，我还专门斜挎了，还是可以。不，哎，我不告诉你，只要998。斜挎它不能装斜挎的那个袋子。哦，可以，它可以装斜挎的袋子，但是它得拆掉。泰国代购团。它不行，它不能，算，没关系了，就，哎，它可以，我去买个斜挎的。可能比较贵哦。它是有个小的就好。一定有前途。丹妮给我涂口红的时候很掉。哦，那个是我们在超市，我们逛街逛到超市了，然后口红正好没了，然后他就给我补了起来，然后大家就趁此狂拿手机，一群人围着我们两个又拍，对，超市补妆，又是各种拍照，又是各种拍视频的，哎呦，真的是搞得人家只是补个口红，大惊小怪，一群女生真的贼喜欢起哄。我们在蹲在那里拍照，我跟韩家乐两个人在那里互拍，我帮他拍照，帮韩家乐，然后累了，我们就蹲在地上，我们全程在超市的地上蹲着坐着拍照，我们找角落拍，那些人就去买东西，我们俩就找角落在那里拍照给他，然后就见到他们俩了，我们两个起不来，太累了，所有东西都我们俩就躺在超市和躺在超市的地上。对，没有，我没有拍很多照，我把韩家乐拍了很多照。韩家乐在超市的全都是我拍的。眼神很有毒。哦，不是，那不然看哪里？那得看着一下。绵羊体内。我就属于那种人家整天喊我拍的。大家都太小女生了，都怪我太 man 了。我后台那个绵羊前辈，因为我太 man 了呀。前辈来的那次吧，他们每次跟我走在一起，我一个人就显得特别 man， 他们就很那种小女生那种，他们出门穿小裙子，我出门就穿那种比较休闲一点的服装，所以不一样，就是比较不是那种小可爱呀、啊、在一起的。反而我就变成那种
我是牵着别人走的那种，不是我牵着别人的那种。对，我跟韩家乐就是那样子。主角你不要偷看我，你实在是太我看了吸引这个注意力了。你这你是不是隔两秒就要看我一下？今天的妆我真的想把它卸掉，像大人，太好奇怪，我头发也很神奇，你看这头发像什么尖的，还不如我刚洗完头。昨天我感觉我昨天刚洗完头，头发还是正常的，我今天反而拉了个头发就变成这样了。这个都有毒啊，谁吃谁是阿凡达。阿凡达是鼻梁粗，你鼻梁还不粗。还有沉默水。嗯，不吃了，太甜了。直播永恒的主题头发。完了，我又把口红吃进去。没有，不是，没有。你才把自己摸秃，我手上又没长刺，又不会勾到自己。哎，厉害！有人说直播主题是照镜子，没有错。确实，我每次都把我的直播当镜子照。嗯，你更搞笑，你在怀疑学姐的手法？请问哪里性感吗？你吗？你哪儿的？我不是我吗？你哪儿的性感？倒也没有吧。我最自恋，你认识我吗？你这个大N兔。我是那个黑色包很 fashion。耳朵？对啊，那个黑色包很好看。你看到我耳朵吗？很 fashion。我耳朵性感，你都知道。我耳朵你们看到吗？眉毛系的，我麻妹妹的手法粗暴，没有啊？你太过分，你才眼前一黑。他说我照镜子的时候，打眼前一黑。好搞笑。那应该是陈南希照镜子的时候眼前一黑。五官里面长得最好看的地方。还行。我应该开心。暴晒了半天。难过呢。穿白衣服显黑，那穿什么衣服才不显？但我妈就是喜欢粉末。今天不好看，很丑。穿黑衣服显黑。我没有喉结，不好意思。对，我说我要直播卸妆了，是不是差不多可以直播卸妆了？我戴了防晒，已经织了这么久了，大手拖拖拖。谁是很久的神话人物？今天才出，回到泰国的感觉啊！你先说 WiFi 还是流量？流量。哦，不要羡慕。坐坐。朱总，你把那个白色的光灯关了，因为昨天那个光更好。真的吗？嗯，你试试。有毒。你让我的粉丝眼前一黑。哎，哪里关那个灯了？我不知道啊。那个黄灯是哪的？你看了好久学姐直播，才发现我也在直播。我已经直播两个小时了，才发现我在直播。学姐刚直播。他直播才十。刚才吓了我一跳，怎么这么美？嗯，开始模糊了，真的吗？哼，没事。为什么明天要起那么早？不过已经习惯了。我待会儿还想跳舞，我今天决定熬夜不睡觉了。你别吧，姐。我要练舞。
我要在黑夜里面找自己。你别吓到我就行。我半夜醒来会看到有人在床边舞动，我可能会吓死。反正明天3点起床，你睡一觉起来好困的，还不如不睡，现在9点了。不上啊。反正事儿还那么多，我还可以学个学点舞蹈。我觉得行。同学都不在。哦，对，我这是折磨左左，不是折磨我。左左想，左左肯定杀了我。我现在睡觉，你开玩笑？我起码12点才睡觉。今天读了第10次。习惯。我能啊，人家说只要不睡觉就可以撑。脸色很没有血色。我一定要撑，不然我就完了，我怎么办？我完了。我算一下，我有1手、2手、3手、4手。严格来说，痛十五。我看我还有多少个我没有学，来算一下，给自己一点心理压力，虽然已经很有心理压力了。我就要补，补了才好卸，对吧？不然。有没什么区别呢？5手、6手。这是总监的口红。我有5首歌没学，然后1首歌没有学站位，总共6首歌。我还有几首歌没有学？哦，7首，我总共7首歌没有学。恭喜！恭喜唐恋家，给你看笔记，那岂不是全部曝光了？你说我七个舞没有学，我一天学2个舞，记2首歌的站位应该还是可以的。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我早上的记忆力还挺好的。你可以，你才可以。我还有7首歌没有学，太棒了！1号就要检查了，现在已经算一下，29号还有2天，老师要检查，明天要拍 MV， 明天晚上才能回去练，加上31号回去练，那还有2天把7首歌要搞定。刚讲了什么？1号检查。刚讲了什么？啊？你刚讲了什么？啊，拍东西啊！哎呀，哎呀，没有，我习惯性说这种了，正常的，随便啊，没关系。我觉得我死了，就是不管公演还是刚刚那个小组，我就路演，我的小组二三三怎么了？我的小腿2、3、3，希望大家路演的时候可以积极配合，也可以来到现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嗨起来。对，我路演的通知还没有发出去，我要赶紧发了，等我把明天拍完 MV 发个通告。讲一半那个，我讲什么一半？路演的话一般都是晚上7、8点的样子啦。这次路演整个场应该只会有8首歌左右，对，上一次是因为上一次好像还挺多首的，但这次要控制一下，就是8首歌这样子。台湾唱又要希望不要下雨，不然我就我越多越好。行吧，既然乐队好，你们来唱吧。反正我觉得我当一个听众也挺好的。对啊，刚刚有狗叫，你听到了？外面的狗是道具吗？为什么外面的狗会？我可以准备一下，比如说你们想唱什么歌，然后到时候我想让你们去表现一下。道具狗，你是怎么想的？现场点粉丝唱。行啊，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歌单，我不知道你们会哪些，我怕我点了你们不会。可以，我希望，哎，到时候说，反正我就，到时候我就跟你讲，给你们讲，反正你们可以给我一些你们想要合唱的歌单，现在在这里说也行，我大概记一下就好了。你们应该老歌经典的都会吧？那我就专挑那种小情歌。然后你们对唱，呵呵，然后我的粉丝就路演也可以磕 CP， 没有，你又变成媒婆了。
没有啦，没有啦，聊的是气氛。不是不是，没有，不是的，我只是单纯想听妹妹你做蠢透呀，哥哥你我爱上走，嗯嗯爱爱什么什么，对对对，嗯嗯爱爱简单没有，我都记得，不要，我都记得。还有过河小妹妹，他现在没有后续唱这副那瓶泡面水吧，啊真的有讨论过这首歌吗？反正你们就做好准备行了，做好唱歌的准备，我可不会放过你们，直播睡觉。做好没人的准备，只有我一个人，一支麦，一个音响，太近，那也太近，这边真好吧。我一般我上一次录演是8点钟，我想伪装伪装的汉森，上一次搞到了10点半左右。对，那这一次应该会比较时间会比较缩短一点。对，不好意思，越晚越好。第二天还有生日公演呢，回去好好准备休息呢，把时间都算好一点。今天是我最近你来直播最长的一次。对，太晚了，所以我这一次要不就7点开始，要不就8点开始，然后时间大概控制在1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想听唱歌。对，上一次是因为有城管赶，然后我们就换场地了，所以还蛮久的。然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领域的时候就比较轻松，所以又直播了很久。还好啦。你们一般？直播长算的来算。不算直播，就只有直播的。对，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了。很好笑，城管。要是城管那天来，真的很好笑。不会，那城管可能去回乡下了。最近我的妆化的都比以前好。上次我都还挺怕的。化妆的那个，但是人家还城管还很好，没有恐吓我，因为恐吓我，因为很多人。谢，我知道，不要提醒我。恐吓，恐吓。从什么开始？不，烫嘴。你们扫墓又不会是在晚上扫墓，你们不是白天吗？你们白天去，早上去了，晚上不就可以来了？我都帮你们算好了。我来看一看。虽然对广东人来说，那个时间是有点尴尬，还是稍微凉。对，但对我这种外地人来说还好。哦，有个人说白天扫墓晚上去看你有点怪怪的，好像是哎，不是你这样衔接的说是有点怪怪的，你不要衔接。哎，你带那个了吗？卸妆棉在哪里？在那个，就在那儿，那个后面有个桌子。哦、好怪，你们别说就不会了，你们要把那天想成我的生日主题路演就好了。请记住，那是我的生日主题路演。我考虑过这个尴尬的日期，但是我觉得你们会比较方便，所以我才选定在那一天。我真的很喜欢用这个。我本来是选定在8号的，但是我觉得你们都回去了，对你们就是外面来的人就是不太友好。这个也好，
今天眼妆都画了一天。你们要上班呀？这个叫漫单。对呀、啊，不然我就然紧张我就八号，然后我才搞到五号这么尴尬的时间，没有办法，时间不重要，在什么节日也不重要。明天要很早起吗？要很早起，就跟今天差不多呗。长胡子啊？你怎么看我啊？因为我在卸妆。三点拍还是三点起？聪明家。是啊，不管那天应该不会很多人的。街上的人其实还好啦，就对我这种外地人来说，因为我也不是广州本土，其实对我外地人来说其实还好，嗯，都挺正常的一个节日啊。嗯，什么？你们想多，可能广东人会比较那个啥。我不会讲笑话，我讲话很冷，超冷的。算了，这样卸一半太恐怖了，我觉得。啊，瞬间不社会，你就是说我现在很社会。我讲话，嗯，菠萝蜜是什么？没有，我们四川没有必须要回家，就是因为工作原因的话，可能会叫家人先去家里的亲戚先去帮忙一下，然后自己再找时间一定要回去。过后很多遍，对，你才卸得干净，因为有眼线，嗯，就一定要卸干净。不，确实是我这几天的睡衣，不是，因为我忘记带睡衣了，然后我就带了一件 T 恤，然后呢我就发现了，这可以当我睡觉的时候穿，我忘记带了，我就说我穿衣服的时候发现睡衣不见了，然后还好带了一件 T 恤可以趁机穿，就感觉我没换衣服，对不对？是没有换，当然还是有区别的啦。哇，好神奇！潘姐，你看我，你卸了吗？我卸一只眼睛。你卸的更好看哎。哪有啊？哎呦，你真的卸的更好看。然后眉毛，哎，这个眉毛有点纠结啊。洗过呀，当然洗过呀。我这短裤很短。我这短裤是很短啊！啊，我没有眉毛，我没有眉毛，哼，眉毛失踪，不短能叫短裤？挡住，刮一下。广州一直都在穿短裤，这几天还挺热的。我基本上是吧，我刚刚补了个粉饼，结果其实没有什么用，在这种镜头里面。一边眉毛消失。你们还在穿棉袄？哦。当然有些地方是在穿棉袄。天哪，你们这是多冷啊！我们广州开空调，外面还下了毛毛雨，穿羽绒服。Oh my god！马上见证奇迹的时候。对啊，我们开空调，潮湿的不行。眉毛嘞？昨天眉毛消失了。下大暴雨，完蛋了！这几天要下雨了。给你热自闭了。好可怕！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迷你 life 是什么呀？不是。是有出了消息吗？小道消息，我知道是上海的，是小道消息还是什么？你会去的了？真的？真的？你怎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直觉吗？不是直觉，这本来你就会去的。真的？是啊。How do you know？ 我就是知道。Why？
我知道这是还有一个唱歌的节目，那天看小四前辈在你唱的时候，我都想冲出去了。我说我可以玩一下吗？他说不行。哦，然后我就默默的走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跟他们说一句，跟那些成员说，我总有一天我也会去唱一下的。好想去。对，我那时候看到哇，有人在那里唱歌，然后小四前辈，然后我就在那里看，悄悄的看了一下。下个星期北京的人去，申请申请，这个嘛，其实不需要自己申请的，也许公司会安排吧。不用申请，你已经会去了。嗯，搞得你什么都知道呀。我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因为我想去，他不让我去。不可能，你说啦。我问过了。啊，你问过了的哦。嗯、哎呦。问过，安排了你去。哦哟，是，哦哟，哼，哼，好了，我的眼妆已经。你骗人。那你就等着官博通知你吧，当我没有讲过，好吧？哼，讲的好真，讲的人家都相信了。你怎么知道啊？他会给你讲。哼，他怎么会主动给你讲呢？不知道，胡说呗。哎呦，你可真……超红的口红，我没有口红，没有嘴巴了。等一下，对啊，他去问了，好厉害。我没有嘴巴了，好可怕呀！哦，哼。没有了，我是心犯，心里的犯，叫心犯。不搞了，烦得起来了。哼，我嘴巴真的。中泰为什么不能开迷你 life？ 完全有人提吗？是啊，中泰为什么不能开迷你 life？ 希望中泰搞一个那种像武力 real show 的那种，我很期待。好了，我要关直播了。大家，拜拜。大家再见哈。冲！我去提一提。是啊，都得有人申请。我觉得人多力量大，多一点人去提会更好。我有个想法，希望我们。就是路演嘛，然后因为路演难免会就是避免不了被城管赶啊，或者是一些外面那些治安给就是管，毕竟广州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觉得我很像古典迷你喵，然后就希望可以把它放到把路演这样的一个形式，就相当于个人才艺，然后放到公演里面去，给就是给一个小时或者是多久的时间给我们自己特别公演，就个人才艺展示。嗯，要是能这样就好。但是呢，这样一想的话，哦，放到剧场里面完蛋了，他又得不行。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吗？他就得给，我觉得不太好的是要说，就是你们又要买门票了。对，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不太好，可是又没有免费的，对吧？想搬进去，设备那些都好了，好了，但是呢，这些经济损失费谁给？是吧？经费也不行，我倒是挺想这样的。就除了公演，我希望我们可以在那个在。剧场里面可以多利用嘛，毕竟那剧场平常都不用，我们再用把它用掉。啊？什么？什么带个鬼是什么？经费不足可以的，经费不足，真的好搞笑。你卸完啦？卸了。好。我去看一下我明天到底是怎么安排。你赶紧看一下，告诉唐丽嘎。好可怕，我不敢看。
就，其实确实有点像你们说的那种，什么御三家的那个个人生日会的那种，挺像。明天我们4点多造型，听到吗？没关系啊，我上次在泰国1-2点起来的呢，我就习惯了，我还录了一个视频，然后是这样子录的，大家好困。出发。我不要卸妆。我不要现在卸妆。我不会，不是我的视频剪出来是模糊的，我就很烦。我明明是用原始相机拍的，好高清，一放在那个 APP 就是糊掉了。浮光练习室哈，昨天浮光练习室在问你呢。练习室为什么不直接公演上跳啊？他说他想在公演上跳。对啊，我记得谁跟我说 BJ 有跳过了，哦，然后就可以去申请啊。为什么 BJ 可以跳，我们不可以跳？哦，那你去申请啊。我不知道，是吧？你看我们广州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才出生的那种，必须要等别人做了我们才会，像这方面等别人做了我们才会保险一点，还是干嘛一点才会去做，就是这种感觉。每次都是挺好的呀，也不是说是踩坑吧，就什么你上次说3个人到你2分半了，感觉过了3个人了，啊，本来我，哦，那可能等我生日公演之后才有的了，对，不是，我主要是来不及准备。超忙的，先搞定这些先吧，真的，我现在想拿一把剑刺进我的心里啊，不想回，是不是灯光不好，压根就没怎么开灯，本来就黑，今天很黑，好气哦，超黑的，黑，你看那眼妆，好黑，我还想把它撕掉，我的睫毛，算了，好长的睫毛，很不像我平常的妆。我的脖子怎么了？嗯？哪里？没有啊，没有长痘痘。口红早就没了，听说啦，听说他们唱了我的声音，左左他在洗脸，又当镜子照，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注意我的神情，一点点的不放过。我真的，我今天的妆真的很欧美，他把我的腮红画成了那种，你知道吗？画成了那种，他把我的腮红画成了那种，就是很怎么说，就是很那个很黑。他把我的腮红阴影和腮红都画在一块儿，然后我今天化完妆去，然后去拍的时候，那些 staff 说：“天哪，唐丽佳，你的脸干嘛了？怎么这么黑？”
我说那个姐姐下手太重。真的，韩国姐姐画的把我们画的很年轻，我们中国的姐姐她们用的东西，用的那个眼影盘是那种，你们知道吗？是那种 MAC 的 MAC 的眼影，就是有一年我们倒数第二年，我哦就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的，哎那个叫什么风尚。他们类似就是用了那个牌子，我风尚用的都是那个牌子的化妆品，然后就很黑，就有点欧美人的那种，哦，嗯，就很成熟，就是他会把你画的成熟。今天我看到所有人的妆，那个眼影是什么颜色？灰色，那种灰黑色的那种，我的妈呀！然后那个一出来就是，就我看大家到后面那个眼睛都是黑的。真的，还不如我昨天自己化了妆。真的，我今天看基本上只有两三个人的妆，眼影没有那么黑，也是一旦也不好看，就真的很不好看。我觉得，还真的还不如自己化。然后，哎呀，反正就化的特别丑，就而且还化了很久，还化了很久很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画成那样，你看这眼线画的多深意，不是，主要是他们用的那眼线笔是那种眼线笔，你知道吗？是那种液体的，我现在都不用这种眼线笔了，我用高的，高的看起来自然，这种看起来就像那种发亮。真的，我说姐姐你给我画这么粗的眼线还用这种眼线笔，真的太狠了。我反正今天挺泰国的，而且重点是那些成员说你的妆不浓啊，可是你今天看起来就跟你以前不一样，很奇怪。我说我也觉得，嗯，虽然对啊，然后头发也是，我的头发这么简单，我就想拉个直，越拉越弯，还没有我刚开始起床刚洗完头的时候直。乱七八糟，跳个舞，我跳个舞全是这样子的，真的好气，真的，我今天都哭，差点要哭在那里，都不想拍了。左进园到楼上的蓝衣服啊，这是当令家了，我今天一整天你去帮我拿，反正我今天一整天就很不开心，谁跟我讲话我都不开心。因为大家说我的妆很奇怪，然后说就是很奇怪，我总觉得我就怪怪的。就是那眼线我受不了，还有他的眼影的颜色很奇怪，黑不拉气的。哦对，他今天把我眉毛画的是灰色，灰黑色，今天就是很成熟，就把我画的看了自己看不顺眼，照镜子都不想照。好在在左卷手机里面也有几张好看的照片，他帮我拍的，用手机，就是对橙色眼影好看。嗯，它的画法就是很久的了，就是那种，嗯，发出来，左俊，让你发给我，现在可以发吗？不是，你可以发给我，可以弄，没关系的，其实你发我，我自己来修一修，调个色，把我调白一点就好。他说让你左，让左俊微博见没有，发给我吧。我现在还因为那个衣服还不能。哎呦，其实还好啦，那衣服看过又怎么样嘛？看过去他们就知道我们跳什么啦。什么东西啊？嗯。车姐姐说不能发呀。我中泰比较严格，不能发就算了，还是遵守一下。眉毛还是比棕色好看。对，不要黑色，不要灰色，好奇怪，丑死了。
他今天用那个原始相机拍的好好看，人像绝美，请你们以后多用原始相机拍拍自己的真实面貌，绝对比你美颜相机拍出来好看100倍。美颜相机我觉得大家在同一个相机里面的长得一个样，就是很奇怪。不打扰了，为什么？真的，你们是，而且你们不要那个自拍的模式，让他拍，然后按那个在光线好的地方他拍，按人像，绝美，真的。记住一定要光线好，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现在拍照都是用原像的，他拍跟鬼一样，真的假的？我是觉得每次用那个美颜相机好丑，就是那种，就是怎么拍感觉都怪怪的，不真实，好丑。我已经不喜欢那种相机拍照了，除非偶尔拍一下。哦，注意衣服，不好意思。对对对，我不喜欢，我现在都是叫他们帮我拍照的，用眼像，真的好好看的，拍出来光线好好绝美，你随便，你都不用 P， 直接就可以发微博了。你甚至光线好，你不用还调色都不用。因为我对照片就是比较喜欢加噪点嘛，就会有质感一些，我每次都会加噪点，就感觉会更清楚，更有质感一点。你试试嘛，你们可以试试原像。不，哪里长得丑，你这么可爱，你这个汤圆。女孩子对自己就是不自信。但是一定要光线好才拍哦，光线不好就不要拍。有噪点的，对，有时候加点噪点的会很有质感啦。你好搞笑，你们说的。滤镜挡脸是什么？豹子哦，就是那种有那个猫蝴蝶的哦，呸，猫蝴蝶猫脸的那种是吧？那种，哎，对，我跟你讲，那种更不像自己。我跟你讲，那种用那种拍出来，你再用原像拍，天哪，这是一个人吗？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更不是一个人了。确实，真的挺那个的。原始相机拍反图，这就是你首先你拍光线要好，光线不好就不要拍，就是一个点。其次你要调色，你要调那个参数，你调完参数之后，你如果那天皮肤状态不好，或者说皱纹比较多，然后你就要开始轻微磨个皮什么的，磨完皮之后你再用那个，有个软件反正可以用，你再用那个细节处理一下，把你的五官轮廓处理一下，你的五官轮廓就会出来了。因为有时候你磨皮，你整个面啊就会被磨平掉，然后你就加那个细节，有个选项是细节，你就把自己的轮廓那些眉毛眼睛加深一点，它就更会更亮一点。不，超简单的，我平常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这样子才比较真实。那其实就是 PS 嘛，就是你就是可以自己稍微修一修，还是要修一修的嘛。那你不修，真实就不要 PS， 除非光特别好，光不好就一定得调。对，光好真的不需要调，直接发原图。不，那个皮肤还是稍微给整理一下吧，因为我皮肤不太好，感觉不太好。不，美白是一定要，美白就是调那个亮度，然后对比度调低一点，我觉得对比度调低一点比较日系，然后把亮度调高一点，如果暗的话。
对，然后色温的话一般比较适合就是冷色调会更好看，我尝试了很多次，我基本上大太阳我都会把它调成冷色调。我喜欢冷色，对，比较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你白天拍出来照片会发黄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不可能再去调黄一点了吧，你肯定要往暗一点调，然后把对比度调低一点，对比度一高就觉得很奇怪。我自己修了一套图在泰国拍的，嗯，因为我欧式风，你是哪一种欧式请问，自己来最好。哼，是啊，那我得多累呀、啊！我也希望反图我自己动手啊，不好看的我直接不 P， 直接卡掉，我只发我好看的，我对照片要求挺高的。我很挺蛮喜欢 P 图的，我 P 的很像我自己，重点是我会就是跟原来跟原图会更接近一点。我知道有些粉丝会就是把我 P 的那个脸这么，我脸本来这么大，然后把我 P 成这样，然后超级瘦，都不像我自己了。重点是 P 过了，P 的太过了，太狠了。我真的很感谢那些帮我 P 那么狠的粉丝，我真的很感谢他。对对对，嗯，但是我真的不长那样，真的谢谢。我就稍微轮廓还是保留，但是稍微顺畅一点就行了，就是这些地方顺畅一点就好了，就不用像这种脸。对，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自己的这样子。我上次也看过倩倩她粉丝给她修的图，很搞笑，这么小的脸，我的天哪，那都没脸了吧。我觉得我这些什么脸上眼角什么各种纹都要 P 一下的，然后差不多了，嗯，脸稍微收一收就行了，下手不要太狠，稍微一下就行了。对，一定要，重点是要像本人。你知道有些，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拍照出来然后他去修图的时候，有些人修的不像自己的偶像，有些人修的像自己的偶像，是因为为什么修的像自己的偶像，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爱，他就觉得因为他对他的偶像特别熟悉，所以他修的特别像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嗯，对，图片与照片，对，他们是充满了爱，你就会修的就是那回事儿。你真的是要有爱，你对这个人有多了解，你才知道怎么去修他，就对。嗯，有些人会修得很失真，修得很完美，有些真的修得完美，但是不像我。对，你们，我跟你讲，我不能相信你们充满爱意的拍照，你们有时候充满爱意的拍照就是我各种崩照，你们觉得特别可爱，但是对你们觉得很可爱，但是我呢都是我的表情包，我不能忍各种各样崩图，看的就想翻白眼。哼，你看吧，还超级可爱，求你们了，阿弥陀佛，饶了我吧。真的是一群很奇怪的人。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不想跟你说话，那个老马，哼。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有？我牙这么整齐。请问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什么牙？你说清楚。龅牙都出来，我怎么没有？我哪种崩图都不要，谢谢。我要美图。我不好奇。美到深处，自然崩。不要了，我不要举行表情包大赛。耳钉好看，是啊，胡萝卜的，很可爱。踩气球会有很多表情包？不会啊，我就背着手。你看，这样踩，我没打嗝，打你哦！我那样子踩，我就不说、啊，我的气球。对，我就悄悄的，我就很可爱的踩，我就把手抱起来，把自己抱着，踩。不，我要最后踩，我要在他们周围转圈，他们可能就觉得我不是在里面的了，我是一个多余的。没事，我踩气球，我全程叫。我一定会把我自己的嘴巴捂住，我怕我到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太夸张。是啊，你知道吗？我总会以为觉得你们不会看到我，你知道吗？可是你们应该还看得挺清楚。为什么要涂点柠檬汁啊？让自己摔倒吗？那我一上去就被就挂了怎么办？哪里家刚还没有开始，然后嘣跑掉了。这个选手也太菜了，等裁判还没有说开始，嘣，气球爆了，好好笑哦！柠檬汁泡的气球爆，哇！对啊，我要当个捡漏王，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然后再去看他们。然后再去跟他们玩。不会，我这么小只，他们不会欺负我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围着我跑吧，不可能。我怕。对，我在外面转圈，等他们在里面。啊，从小的开始欺负吗？没事，我虽然看起来小，但我跑得挺快，他们抓不到我，我就一直跳。他也抓不到了，对啊，我一直转圈啊，其实他就踩不到。
那怎么办？气球也会爆，自己走不会爆的啦。哦哦哦！妈妈，要睡了吗？嗯，快了。你看我都困了。那我赶紧睡吧。我10点关直播还6分钟。是哦，我三点还要工作，还没有卸妆。我都烟熏妆真的是好气哦。嗯，我通宵练舞，左娟就把我赶出去了。是啊，我3点没有错，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这几天，唉，好憔悴的一女的。我绝对不会玩手机，要么就练一会儿琴。最忙的时候要来了，这几天真的。好，我知道啦，我会早点睡的。我今天快嗨不起来了。原来我不是那种天天都能嗨起来的人，已经嗨不动了。没有卡，是我人卡了。拜拜，不能等到10点了。只能先说拜拜了，大家早点睡吧。今天不是不高兴，是昨天，是因为昨天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导致我今天到最后要结尾的时候熄火了。对，今天真的有点累。不行了，你们也是早点休息哦。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哦。谢谢大家辛苦了。